体地区金曲，十八区边区跟你有段情，真系要唱住表白啊！事不宜迟啦，即刻揭晓地区金曲第七至十二位。第十二位荃湾区，米线天堂出晒名，好食好住，人气高涨。各位荃湾 fans， 你这刹那在何方啊？你这刹那在荃湾，我有说话未曾讲。第十一位彩虹。彩虹纯住宅区配套成熟，上车够亲吻，同佢相遇零舍亲切啊！彩虹真的要我跟你相遇。第十位大埔墟，大埔出名踩单车食炸比，又食又玩，同佢有段街坊情，真系好幸福噶。大埔墟跟你有段情，我也为你高兴。第九位油塘，一个油塘一个大本营，饮食 shopping 一条龙。人气一年四季都咁旺啊！有汤都多少春雨，一次水亦是个不够。第八位屯门，屯门新本供应够气魄，成就唔少上车客。而家交通咁方便，玩夜啲都唔使惊慌啦。屯门女气魄更壮，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。第七位东区。新旧 fusion， 人情味浓，咁好住，难怪几时都咁挂住屋企啦。东区响起归家的信号。仲有本周嘅最新推介，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康城，万众期待嘅康城五期最新派台，唔想得个睇子，即刻 kick 入嚟将军澳专业揾料啦。下集将会揭晓埋最后六强，密切留意啊！